然后啊，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，这不科学，怎的了？那个，我说实话，就是你们那个要会员马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家有一个挂弓线，有一个挂弓线和那个点亲密度给马甲的啊。你就比如像我们家心意呀、啊，还有我们家豆豆啊，这个马甲都是说的点这个心送的。然后那个频道贡献呢，就是说你看看会员贡献1010瓦，咱说正经的，这还有个732的。咱说实话啊，我们家要求一点都不高，会员贡献啊，会员贡献到达300以上，然后之后点心到达。